头顶有点不舒服啊，头顶有点不舒服，我感觉一个飞碟在这边转，飞碟在这边转啊，转的时候还感觉有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风在这个地方，有风在这个地方，有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风在这个地方，有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风在这个地方，有风在这个地方。有风在这个地方，有风在这个地方啊，有风在这个地方，有风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飞碟在转，飞碟在转啊，飞碟在转啊，这次转的时候好像那个出现了一种电磁波啊，电磁波扫到地面上啊，有一种电磁波扫到地面上啊，有一种电磁波扫到地面上啊，有一种电磁波扫到地面上，好像那个就是，那飞碟上洒下来。那个电磁波扫到地面上，扫到地面上，好像对地面在起什么作用啊？在地面，在起什么作用？好像是把地面上的特定的范围之内的水分把它去掉，把特定范围的那个水分去掉啊，特定范围的那个水分，这一块就是有电磁波的地方。就把那个水蒸发掉了啊，把这一块电磁波的地方，就水就蒸发掉了，水就蒸发掉了啊，水就蒸发掉了，水就蒸发掉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开始，飞碟又旋转了啊，就在旋转的过程当中，有个阶段主要是发下电磁波，电磁波的作用就是把那个刚才。像一个光照下来的那一片，那个地面上水分就没了，水分就没了。然后继续转的时候就是出来一个洞啊，出来一个洞啊，就像那个原来那个那有水分的啊，地啊有水分的，有水分的时候呢，对他来说操作有点不是那好操作。现在来一个电磁波呢，啪一就出现了一个。管道出现那个就是那个电磁波一出去一个，那一片就形成了一个管形的干燥的地，原来是有水分的，现在就水吧一下子就没了，然后再旋转的时候就像把已经干掉的那些东西就随着。飞碟的旋转，随着飞碟的旋转，里边干掉的那个地就成了一个，就被吸走了啊，就形成了一个圆筒形的啊，现在的圆筒形的，然后在地上，在地上，好像那个形成了一个，在地上形成了一个洞啊，一个长条形的洞，一个长条形的洞，形成一个，然后飞碟上把剩下来它的材料。剩下来它的材料就嵌到这个洞里边，也就是把原来那个泥土，一块的就一个形成了一个圆圈，然后把它抽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原来的泥，被那个飞碟下来一个像金属一样的比较坚固的一个东西就替换走了，替换走了以后，哇，就降服了地球啊，是干了这个事情。这个就是像我们怎么讲呢？就像那个我们一个现实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比如加固一个木头做的东西啊，我为了加固它，再打进去，就把先掏洞，掏了洞以后，把一根粗钢筋就塞在里面啊，加固它了，有点类似是这样啊。现在在刚才这个过程是在那个。加固那个地球，把地球，然后插那个钢筋插到地幔那个地方，然后就把这一片那个地球啊加固了啊，这是一个加固地球的一个过程啊，这是加固地球的一个过程啊。好的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